这是白天的我，到了晚上，这才是真正的我。晚上我们在一起，一起玩，一起闹，一起创造各种可能和不可能。在夜晚，我们做回真正的自己。Come on， 和我们一起在夜晚，一起做我们想做的，造出不一样的夜，绝对夜计划。别怕失败，大不了从头来过，你懂的。